大家好，我是喵小千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RB 90分钟耐久赛第21站 Project Car 2 Group A 在巴塞隆纳的加泰隆尼亚赛道。这场是雨天，100%下雨的天气，从起跑就开始雨战，终于遇到了，刺激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看到是有了，他们要准备了。甘味汤圆的画面，红灯，很起跑。哎，雨刮怎么开？完全没有料到会雨战，我还不会开门。哎呦，有人被撞到了，继续被顶到屁股。撞的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造成大车祸了。谁是凶手？谁是凶手？哦，起步太快了，谢老板！真的，哇，起步太快了，谢老板直接顶了上去。雨刷怎么开？求救！我冰山骨头还没起步。现在是我的画面啊！不会开雨刷变成挑视角了。不会开雨刷，起跑慢到掉到第六名去了。前面汤圆开出了赛道，大家都还不适应，突然变成下雨的天气。我还没买，明天可以开赛，太好了，都因为。谢老板也出去了 ，Greg 也出去了。我前面的射手瞄准 Alex 的内线，开了 R300，路线交换之后没能超车成功。下雨天就是四驱的天下，来自刚刚冲出去的藤原，下雨天就是四驱的天下。全出去了，真的。因为刚刚排位赛，我们排位赛是固定都是晴天，所以突然下雨天，大家都还不太适应。圣修选了一个内侧，不知为何，小心一点，开个灯好不好？然后就把 Alex 撞了一下，自己失控。后面的谢老板遭到卷入，我也没有开灯，开一下，我要开个灯。前面的 Alex 充满有一点慢道，为什么没能超车？开灯应该不会比较慢吧？开冷气才会。开冷气。今天雨天啊，太有冷气，然后慢慢的开，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好的 ，GTR 的加速霸凌 Alex 的我，好哦。我第一次 GTR 直线霸凌别人，从内线超过，顺利超车。这是刚刚圣修撞到 Alex 的画面。哎呀，害到谢老板了。我也没有开灯，开一下，我要开个灯。圣修也掉到了第八名。开灯会不会比较慢？我都让他卡在前面。开灯应该不会比较慢吧？后面藤原的视角，好听一点，开个灯好不好？看不到。哎呀，谢老板真的太倒霉了。我也没有开灯，开一下，我要开个灯。盲目逃跑。没想到藤原居然上开灯会不会比较慢？第三人称啊，刚刚开灯应该不会比较慢吧？开冷气才会。就是跟我一样不小心按的。还有我家冷气。今天这个天气应该不需要冷气。还没看清楚。要除雾啊。要除雾。化妆品。那我说好像也是哦。不过我心情不错啊。最近要出现霸凌别人。这是有客厅的吗？对不对？团圆的呀，撞过车的小伙伴猛追。
那里的水坑他们压到了，影响的失控停在路边，后面车一直来，他们没有办法冲回赛道，熄火啦，熄火了，还会熄火啊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掉到第九名，前面的是 ADJ， 唯一一台福特要爆人天机，我现在是第几段？猛爆的涡轮加在后驱，太疯狂了。前面的赛车也是，应该是不是能一口气超过两个人？超过去了，这波弯挤进了内侧。被后面顶了一下，沈修顶到成人屁股自己身后，哎，再趁这个机会，他雨滴其实会自动超了过去，又掉了第八名。哎，你得自己身后。非常好像大家自己出去的几率非常的高啊，这样子的下一个投入标准是小鹿，我都没开的话一般到会不会发生的，中国投入又小失误了，好，因为腾云的弱点是雨天吧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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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哎呀，超突然接近，哎呦，轻轻碰了一下，还好两个人都没事。入弯速度快蛮多的，但是那样的雨天效果出现。驾驶俱乐部真的是雨天做的非常神。前没多久，那个 GTS 也更新了。雨天的部分场地，在这里藤原占了内线，小鹿不知道为什么让位，就这样明白的把第六名送给了藤原，这还不是暴雨，那最近的 GTS 雨天效果都还没有那个驾驶俱乐部的雨天效果还要猛啊，驾驶俱乐部都已经多久了，从 PS4 的初期就有了吧，风段好像人比较小，可是到现在都快到 PS5 了还没有人呢，没有其他赛车游戏的雨天能跟他 PK， 就算不说赛车游戏，其他游戏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么棒的雨天特效，现在是快要追上 Alex 的进群，进群也是 GTR。他这雨天摸索也太快了吧！对啊。这个车有点转向。油门踩太大了啦。这样子能够霸凌的机会这么多了，或许要再追一圈。哎，那边小小一点了。现在有探进第十，这波是在线报号已。小心内侧水坑啊，哎呀两台一起，哎呀有水坑啊，有水坑，哎呀还再碰一下，真是的，我们下次再考虑一下，我努力继续回赛道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台车快速通过的藤原，藤原快速的通过， Alex 要掉到第四名，藤原第五名，继续第六名，
像进到 Alex 的内线，居然在这个连续弯居然第一个弯超过去了。算命超过 Alex 没机会反超，距离似乎马上就拉开了。完成人转向不足，慢了点，要被 Alex 追进。很小了，对方也在变。好多时间，还没修车都不错啦。也是，修看才能请老板入住。看老板修了吗？顶悬吊就坏了。没想到过了第一个连续弯 ，Alex 快速接近了季群。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有点小失误还是怎么样，从他的距离上看不太出来，缺水救不回来。继续在这边转向不足，偏坏了，好不容易救了回来，被 Alex 接近，而且 Alex 在转弯区的速度是比较快的。 Alex 从这边直接切入内线，轻轻碰了一下，超速成功。对啊，可是九个人都在啊。我也没有看到人断线。好不容易拿回第四名的进去，又把位置还给了 Alex。感觉雨天要更小心防别。靠着比较精准的刹车贴近，目标是剩三分之二吧。想要更好的话，
打直线头的机会。左边还比较多一点。对啊。不对，说反了，说反了。左右说反。在这个第二个弯，路线跑得比较不好，这样出弯速度会有不小的差异。只要继续这次飙出，吃到沙，没有吃到，用更快速度接近 Alex 的尾巴，你开太快了，闪入了内线。慢慢开，顺利超车成功。这个比了一分八，哪能看得到？没想到 Alex 居然大胆的吃了这边的内线，对，距离还是没有缩短。你有先呼叫进站吗？继续在这边又稍微跑外了一点。老板不要拖欠工资啊！左右不分。哦， Alex 差一点打滑，顺利稳住车身。有啊，差超多的。可是谢老板有跑到零一，所以我一定没有开太快。这群走的是非常晚的 NX 路线。我真的觉得 PG2 的那个迎战真的是有时候是有点蛮傻逼的。对啊，可以写信去跟他们讲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对，超过我的。他说上次有改，没事，简单没改好。写信去，他说不定会跟你说。那么久了，他也不顺便换一换。没有办法。这样。开水，你好逼迫。又一次回到直线区，圆弯不能一次全油，然后就飘出去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不踩大力一点，这台车都不转弯的。后面似乎还有一台车接近啊！你都是靠一次油门下去才转得过。谁那么厉害叫他来比啊？真的是。黄阿乐在救吧。还有来比啊？上一次。真的吗？嗯 ，PG2 还没有买，之后会来。刚刚说的。哦。难道你真的用光头胎吗？再一台是不可能吧 ？ADJ 也靠近了。对啊，可是你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雨胎啦。你饿了，买个麦当劳，不要太介意。付钱才给你换胎。你们不要这样，团队有团队的想法，他们是为你好。团队有团队的想法。哦，在这里突然，真的太有道理了。突然一个接近，好像快要追上进去了。稳定的情况下 ，Alex 在转弯区的速度比较快，直线就那么一个。团队的想法就是雨天跑得太危险了，在这计算。继续自己失误，那个水太真的是很危险呢。被 Alex 逮到机会抓了我。第一节都看他，对吧？团队在那边烤肉，哎，你怎么不来？目前后面的车子又是被拉开了。
名的是小鹿，所以小鹿可能加入战局了。今天是八四要上方颁奖台，对不对？原来是现在保持了第三哦，换了三次才上礼台。我希望我等一下进站不要有问题。你把轮胎用到不能再用，他一定帮你换。替我换一换光头胎，总比没有好啊！没想到他还蛮欢乐的，是必须的工作。可是后来他都没有了，姐妹讲出来又要伤心了。还是来换个地啊！有没有游戏是出可以玩到整个车队的？肯定有了。你们现在好像都只有开而已。干嘛要这样？变速箱会坏掉，我就够头痛了。维持住，怎么？距离。继续跟 Alex 的距离。不行，真一定要记得。那就到大局线了，继续用在这边差一点吃岛上。哦呦，吓死人！有两次喽，还好人救回来，赶快闪，都是没有闪掉，又转，速度要整个慢下来了。什么时候要跟上来的小鹿？小天鹅用暴雨逼火混大便。没有啊，它是棕榈，我就用棕榈。我天，它会出红旗。终于就已经够可怕了，爆了开条条啊！感觉是用实际的有好玩，突然就接近了 Alex， 有时候想玩什么就有玩。这距离真的是太蛮尴尬的，有时候看起来距离前面好远好远，然后一个状况突然又粘到屁股上 ，Alex 在这出完小小的失误，粘到外面去了。慢了很多，季军站住了内侧。这边终于比较顺一点了。季军提早刹车，放弃了这一次机会。Alex 开出去一点点再回来，勉强了，守住了自己的位置。这个保养的比较好的赛道。它避的好像有点多。这次直线距离很近，季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所以还是扭了一下。真的觉得应该要跟 GTS 的竞赛结合。季军快了非常的多，急速接近 Alex， 进到内线 ，Alex 没有防守。成功了，上到第三名，内线有水，外线有 Alex， 两台车都没有失误，但是 Alex 又重回了前面的位置。哇，这车后面看不到后面的小鹿也来了，一副要渔翁得利的姿态，继续再次发动攻势。那打滑少了，轮胎也省一点。转向不足，被继续从内侧过去。赵已经赛到现在13分钟了，这场差不多是30分的时候，
门开就会蛮不行的。刚才门开已经耗掉一半了，左侧的轮胎被打回原形了。一下被两台超车 AS 发出了叹息。多小路马上自己失误，就把 AS 的位置还给他。这群拿下第三，下雨的纽柏林应该很刺激。嗯，晚上会下雪，而且我们有可能会下雪，因为最后一站是纽北，完全的冬天。Alex 再度追上这群，我纽柏林这个天气搞不好真的有可能下雨了。两个轮胎开在外面，但是纽柏林不在整修。但是雪又被那滩积水害到。是已经来到大直线了，后面的小路并没有距离太远，随时准备进攻。 Alex 还是选择不做任何防守动作。下雨居然刹车这么快。对啊，哇我操，失禁了，怎么了？ Alex 不断吃哦路岩石，这个天气吃路岩石非常的滑。原本 PC 的路岩石我就觉得已经蛮滑的了，下雨天的话就更是夸张了。哦，今天的最佳第二段 ，Alex 又是路岩，后面的小路好像已经距离有点远了。Alex 好像都不怕内侧的水坑呀，这样进群就很明显的避开了。每个弯的那一侧很少完全开进去，对啊，早点买还可以来参加最后一站。现在特价打五折，对啊，应该特价啊，赶快买赶快买。这雨天很恐怖的地方是上一圈跟这一圈，每一圈的状况都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你不知道哪边的积水比较多。虽然大概会有比较低的地方就有积水，但是有可能雨大一点啊，或者雨少一点啊，被车子碾过啊，这些会影响这个积水会不会多到导致车辆失控？真的假的？看到听到。你是不是淘宝买的、啊？你是不是买到劣质轮胎、啊？买到淘宝货。老板不要贪小便宜嘛。对啊，前一阵子一买了一大堆。好可怜、哦。撞到二手胎。嗯老板有包邮吗？这送也太快了吧！好像店就在隔壁。郑叔，你在干嘛？没有没有，下个月没有余裕啊，没关系啊。下个月特价搞不好就结束了，不过圣诞特价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剩下四分之一轮胎。我也是啊。我刚刚还有三分之一，我还有二分之一。那你货让你货。Alex 应该是最省轮胎的了，这样听起来。在 PC 后买比较快了。
我这么说你快我两圈哦。现在的话应该是交换速度了。脾气好都输了。这样改路线好。你有进去修车吗？有啊。中了一个很大的。圣诞节哦，对啊，圣诞节赛季就结束了。我们会办圣诞趴。结果没有任何圣诞趴。Alex 迟迟追不上啊，继续也拉不开。说好了牛百跨年，不是实际上没有人要跑吗？还感觉可以撑过半场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一号弯的水坑就是越来越深了。我已经在那边转三次。我这招一号弯撑半场。还好了，这个风雨的雨水还没有那么大。转向不住，回来的时候 Alex 又来了，轻碰一下。被 Alex 超车。后面的小路重回战局，颁奖台的战争还没结束。你都是在玩的时候超过，然后前一阵子看的那个，他是现在冠军一家的这样的，如果要分不同的人开的话，明天可以这样吗？而且还要招场地，而且要现场啊！虽然苏冠军没有什么好表现，听说没什么练习时间，而且没有开过雨天。他们专业的车手，雨天也是觉得紧紧的。他会一直甩，波师傅。我已经准备要攻击进去了。他会一直屁股会一直乱甩。可以走啊，可是会一直乱甩，要慢慢开。解决在这边又失误，不会爆胎啊。然后上次变小了，比较小心，没有钻过去。用轮框来开就对了。开啊！直线被继续挡了一下，没人继续加速，应该帮忙开。他要怎么破？应该帮忙开会有机会哦。要说这圈内现在这个距离，我觉得有一点遥远。果然是没有办法进去。难道说有 AI 可以代驾？按上，上下左右的上可以跑那个 AI 摆开。我觉得这跑很慢。慢。如果真的像感觉上是人也不是有。觉得好，这场的战斗到这边结束啦。